就是那张图片，其实我们四个拍完，我们四个都有吓到，因为那是一个男生帮我们拍的，就是关姐的助理。那你知道男生拍照取的角度都会比较迷之角度，我们等一下会经典 pose 重现。我们今天一定要交给网友评断，一定要选出一位最像的。当然是我啊，底下有人投我哎、欸。我认真讲一下，就是那张图片，其实我们四个拍完，我们四个都有吓到，因为那是一个男生帮我们拍的，就是关姐的助理。那你知道男生拍照取的角度都会比较迷之角度，所以我们没有拉腿长哦，可是拍起来就是很奇怪的比例。我们有那么笨把自己拉成那样吗？没有嘛，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在不同天船的，佩珍第一啊，才是我，关姐小珍压走，谁叫他发那么慢，他应该找同天发，就没事就没事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女艺人就喜欢看一些美肌啊，调一些东西，一定要的吧，我们等一下会经典 pose 重现。小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当然有关心他啦，对，他就一直叫我们不要再问了，因为我们很爱问嘛，我说哎、欸欸、怎么样，不是哎哎、欸欸、女明星之间这种一定要问一下嘛，结婚都是我，他还问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无伤大雅，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真的不用搞成这样，就是因为其实蛮多人就讲那一张，好像跟怎么就是也不只有他一个人讲像人妖，但是就想说怎么他被肉搜也太衰了吧，对啊，然后就反正就这样。那今天刚好主角们也来，所以我们今天会重现一个人妖之夜，就思嘉也会来啊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观影在里面跟观影说，还是我们就是一起拍一张照，然后我们一起 add Ella 的妈妈。我说真的不要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等浮夸女王王思佳来了，她也没到。对啊，啊？不会，因为人妖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去 care， 或是应该是说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个艺人，因为我 po 上东西之后，我就很少再看底下大家在留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没真的没那么在意。